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4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传承系列泰坦级的猛大帅盒子的大小，跟过去官方几款泰坦级的玩具大小盒子都是一样的。回想起，第一款推出的猛大帅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兴奋，陆续推出的福特啊，还有之后的这个铁甲龙啊，这个方舟啊。还有这个萨克巨人，萨克巨人其实我有入，但是我没有做开箱，啊，盒子到现在都完全没拆，然后铁甲龙啊什么的。那这款蒙大帅在公布消息的时候呢，我就翻出了一款，啊，有一个朋友放在我店里头的老物啊，这个是之前银河之力时代的蒙大帅旧版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头顶的话呢，还不及它盒子的这个高的这个边。那这款的玩具的话呢，我台币4600块钱。买的，那也是1150块钱左右人民币吧。那之后价格会不会有波动？我不太清楚啊。我算拿到的还算是，不是特别快的。那盒会很漂亮，非常有魄力。这个像是电锯一样的东西砸下来，然后有一个这个像是胡蜂的家伙，这里有昆虫金刚啊。莫非你是专杀虫的吗？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像也是挖掘机啊，有点奇怪，为什么两个可以同时出现？很奇怪，应该不是量产的吧？还是，这个银河之力，其实我没看啊。然后盒子的后方，讯息量也是比较充满官方一贯的一个人形，还有它背面可以把武器背在后头，还有一个把体型缩小一点的状态，还有这个大型的挖掘机，整个变形步骤52，但其实主要的变形的这个结构转换呢，都是在这个肩膀高度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调整而已。那因为我个人比较懒散一点啊，我就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尽可能不想做太多剪辑，所以我会尽量采取能够一镜录多长就录多长了啊。那这个玩具很大，那我是用一个广角的镜头，所以呢人物的画面的比例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各位就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是他武器拿在手上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先对比一下它跟之前旧的一个版本的大小尺寸，身高的话大概增加了1.5倍。左右，那这个玩具的白的话呢，是比较以前日版玩具有的纯白，这个能抗多久的时间才黄化，这个我就不晓得了。然后玩具本身的话呢，相较于我记得最早期的猛大帅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身上的一些关节的部分呢，不够的紧实，甚至在变形成军舰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去有一个散架的状况。但是以这一款的话呢，可以跟各位说它是做的比较好的，各个关节都是非常的紧实，甚至紧到呢，有些地方推起来的时候呢，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即使我们真人来拿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也是，大概就是一个小孩子的胳膊的长度了啊，大概是这个，真人来拿的话呢，也是完全打不死人的。为什么打不死人呢？因为它这个中间结合的这个部件啊，这里呢，其实这个 C 型扣啊，我个人感觉，有点疲软啊，有点疲软，你稍微用力晃，这个可能还不会，但是你组合到，挖掘机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咬合力度不太够。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正面，这个转动起来就觉得，哎，声音还是蛮舒服了啊，然后颇有重量感的一个家伙。翻到里侧啊，这里，那你喜欢这样子去割，还是这样子刮掉人家的肉啊？看你喜欢哪种方式处刑人了。那这一侧的话都是螺丝钉的位置，那这两个部分的话呢，是挖掘机的时候做造型用的。这块部件的话呢，是提供手臂的话呢，握持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转动。中间的这个凸啊，是插进手掌里头的。那你喜欢的话呢，你也是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造型啊。如果你觉得这样更好看的话，也是 OK 的。然后后方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齿轮关节啊，是真正的齿轮关节啊，就非常的响亮清脆。这里是可以张开的一个是可以爬土的东西。里头的话呢，细节比较简单啊，可以说是做的最基本的一个细节展示而已啊。然后武器的话呢，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啊。拆开之后的话呢，是第二个形态之下呢，会可以分别装在左手跟右手，上方的细节就比较少了啊。然后这款玩具呢，上面有一些
我也不晓得是油亮油亮的东西啊，这个是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甚至上面的，灰尘啊什么的都比较多。至少我手上这款是这样，这个不知道在流水线里头呢已经放了多久了，是吧？然后人物的背部啊，人物的背部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把这个，我们把这个镜头呢再往上再拉高一点看看啊。拍到不该拍的东西啊，希望 B 站不会看到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两个凸，这两个凸的话呢，是可以给我们安插这个武器。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的时候呢，它是有到哪去了？我看一下那两个凸跟凹着呢。哦，在这啊，这里上面有一个我的那个长长的东西，武器去推到那个，哎，武器推到这个脚架了啊，这个没。有一个可以推到武器的脚架也是不简单啊，这里有两个啊，外面上下两个洞，就是扣这两个地方。那我们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一下好了。它后面这个部分的话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等于是说呢特别做了一个收纳武器的一个装置。那我个人的偏好吧，就还是会把它背在后面，因为拿在手上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太大了啊，所以我感觉还是让它背的。我们换一下机位，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首先是看到它的一个头雕，头雕好看，而且它有一个张嘴的一个装置啊，这个地方嘴巴也不能算装置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设置。你看，嘴巴紧闭其实比较酷了啊，往下推一下啊，可以把它的嘴巴给张开。然后，哪个好看随意。然后它这个头啊，头的上方，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个滑轨可以前后动的。然后脖子的话可以往前面再推出来一些。那你至于说这个脖子是往前放还是往后放，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强烈的感觉有什么规定。那你完全可以是照相的需要，如果你照相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头呢露出来一点，完就把它往前推一些。然后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啊，这一块部件，这里的话呢是下方这一块可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它就多了一个关节可以往下看啊。其实这个往下看呢，曾经在节目提到说，机器人要显得高大，就让它往下看。那你如果往上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它给再顶回去，让它造型完整一点。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迷的一个装置啊，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它为什么，这么贴心的呢，告诉我们它是。有所谓的一个战斗状态跟非战斗状态嘛，那到底是哪个平常应该怎么个摆，我是不晓得了啊。那你就看你平常习惯是往上摆往下摆了。然后头部的可动左右转没有问题啊，头部在变形的时候呢是有参与到的。再来它的一个肩膀的话呢，它有一个往上提的一个关节啊，可以提到这么高，甚至再更高一些，因为它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用到的。那如果说把它往上提起来之后呢，手臂还可以再往上面提上去，所以他的这个手啊是可以，完全是做出这个假面骑士变身的那个斜斜的一个角度。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转动这个手臂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紧，紧到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说，我的背力还需要加强啊。然后呢，他的二头肌，真是体力活啊，二头肌，你看，二头肌的话呢，都有齿轮关节。手镯这个声音各位也听到了，然后这个小臂的转动也都是有齿轮关节的，这些应该都是为了要展现他拿武器的时候增加一点稳定度。但说实在话，他的武器其实挺重的，除了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之外，其实基本上卡不住。然后呢，刚发生一件事情，这是这个玩具我觉得人形把玩下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这个地方，他这里爆开了。那其实它是，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转动的时候呢，关节太紧了，它的这个部件跟这个部件的咬合力度承受不住，所以变成说呢，如果你要转动，确保它不爆开，你就是捏这个手的时候必须要前后把它给夹住，啊，这样去做一个转动。这是这款玩具一个蛮人形把玩下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啊，后面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给捏住，好，然后腰身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而且是有齿轮关节的，非常非常的好。手掌的话呢，我觉得吧，你看从这里头空洞的造型啊，
我想应该第三方的配件包已经在路上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看起来就是让人家准备把它替换掉的一个感觉。手指的可动啊，只有拇指这里可以动，其他的四指共用一个关节啊，这个彻彻底底的就是提供配件包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机啊。然后呢，这个髋部这个关节也是偏紧的，然后这个外摆内收啊，也是有齿轮关节卡扣在里头。膝盖的话呢，还有这个地方啊，它脚部的可动关节啊，非常的多，因为它这个腿呢有一个缩短的一个变形的过程，所以它这个腿的可动会比较多。那整个玩具的紧实度呢是非常非常扎实，也非常非常足够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给收进去，手收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握拳头的，只要把方向转正就可以了。这样子将它给收进去啊，这个部件往回盖上去。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一个变法啊，这里手臂呢没有必要平举，平举完全是为了让它出现在画面里头哎。然后这个打开是从这边打开，这边转成这个方向啊，不需要握紧拳头啊，这里把它给放进去，好，盖起来。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个凸啊，那对应内侧，所以那侧是很黑啊，算了，下面那个洞那么黑，我们就不要拍了啊。这么黑跟打马赛克有什么两样？对吧？喂，我去，好好行，怕了你了。我们把这个肩膀这里给放下来。那它在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我们会先把这个部件这个头上的角的话呢，先往后面放，然后呢前方这个面罩盖过来，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组合，好，组合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整个的往上面交上去，可以从这个地方，这边我扣的都比较紧了，这里，或者是说这个玩具本身各种紧，这里把它挑起来。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把这个部件挑起来之后啊，我们要把它给旋转到后方。整个部件挑起来之后，那我们先把这个部件放下来，这样我舒服一点。那你把这个部分呢转过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它是有个缺口在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缺口，它就是要方便我们闪过，这里有一个凸啊，就这样子就把这个人物的前后的身体呢给做了一个对调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给转到这一侧来看，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把这一块部件给打开，这个部件给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把原本的肩膀它是在后面，现在是把它转到靠前面来，再把它推回去。那第一次扣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紧，那用力往下压就可以了，再把手臂给转下来。那这里也是一样，把这一块挑起来。挑起来之后，把这个里头这块部件直接的往前面翻折到前方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再盖回去，它会自动扣到另外一个洞里面去啊。我们把它给扣上，好，扣紧了，好的。然后的话呢，上半身的话呢保持这个形象，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我的镜头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对得很准，但是作为一个，你看这个状况也是一样，它这个地方就是太紧，你往上一转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地方会蹦开，所以在旋转手臂的时候呢，变成说把这个肩膀呢稍微去固定住呢，变成是一个常态啊。然后这个部件胸口过来啊，到这里它是没有卡扣的，然后里面这一块的话呢，我记得说明书好像说要收进去了，那你要还是要放出来，我觉得好像都随便你。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把这个手臂转过来，转到前方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将这个胳膊啊连同二头肌整个转到前方来。那这个好，然后这两个炮塔就往前面放。再来镜头调整一下，我们来变形它的一个腿吧。它腿的变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这个地方折上去之后，这里反折回来，这里再往下折下去啊，这里扣上来，好，到这边
这整个腿的话呢，就达到一个缩短的一个效果了啊。这边一样往上折，这里往下摆，然后这个顺着这个角度呢，把它给往下面掰下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因为它脚是有点接地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再把它的外摆内收呢往侧边摆开一些。我把镜头稍微调整一下好了。好了，到这里啊，好，基本上呢这个状态画面的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啊，而且它的一个稳定度会再更高一些。最后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剩下来的原本拆开的两个武器呢给安装到手上。那安装就很简单了啊，就扣上去就可以。然后它是有这个，其实它是有分凸跟凹的，我们就对应一下反过来去扣就行了。然后这个部件可以提上来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用力扣进去就行了。好，那么这一侧是电锯，我是看这个说明书跟合会吧，好像都是这一手是电锯，那么另外一手就是反过来就是另外一个武器了啊。我们把它给扣上去，超重超沉的，其实说重也没有说到多重，主要是它太大了啊，重量的话就有点分散的感觉。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因为动画片没有看，我也不晓得这个形态是叫什么形态，但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啊。一手电锯，然后一手是这个是挖掘的一个爪子，那站得非常的稳，然后呢它的关节稳定度也真的算是很好的。你看我们这样子，它还是可以屹立不摇啊，虽然短小，但这个坚硬度还是这个坚实度了还是可以给人很满意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离这个镜头离得这么近。那我们看一下背面好了。那我提一下，在这个形态下呢，它上面这个提把啊，你完全可以提着它来动啊。这是它背后的造型啊，这边比较空，但是因为是黑色啊，所以感觉观赏的影响度其实并不大。那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时候的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它这个变形的话呢，腿部的缩短大家应该是一目了然看得出来的。然后身体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肩膀里头有一个关节扣到前面跟扣到后面，手臂反转啊，这个变形也就完事了。那我觉得还算有趣，然后关节的紧实度把玩起来相当不赖。我们最后把它变成一台这个挖掘机的一个形象。首先的话呢，两手的武器啊，轻松的啊将它给取下来之后，我们呢先将它呢部分的回到先前的一个大巨人的一个形态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挑起来，然后呢这个部件打开，哎不对，先不要打开啊，先直接的这个将它给戳过去，转动过去啊，这里绕过它转过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折进去啊，这里头的话呢给转进来到这边啊，回到这个形象。然后呢这两块部件把它给打开之后呢不用合起来了啊，我们把这个部件反向折到前方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啊，回到一个大巨人的一个形态。这里初步的呢先将它回到这个状态，机位呢放低，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不要扣的这两片。然后呢你可以注意到一个记号，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斜斜这个角度呢就是一个记号，它就是把腿呢往这个方向折过来跟它切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直接告诉你，我们的目标现在是哪呢，就是把这里这个黑色这里有一个凸啊，要去扣进这两个洞。然后呢就是你记得这里有个斜斜的这个角度啊，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我们把它呢直接的整个的往上扣上去，扣上去之后呢先把这个脚啊这个先给放下来好了，到这边，好，到这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大巨人的这个前方这个部件呢往前面再折下来，好，到这边，然后这里整个部件给靠上来，到这里靠上去，尽量靠得很近。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很简单啊，就是要把这个黑色的凸给扣进这个灰色的这个洞里头去。那整个的要把它给放到平为止，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斜斜的这个角度跟腿啊是有一个切齐的状态。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你可以现在扣
你也可以先不扣，我只是暂时的呢，先把它给扣上，稍微的去固定一下。那我们另外一侧的话也固定一下，这个手的话呢是这样子，这个部件是推到前方哦，这个它的关节实在太紧了，太紧了啊！我把它转这个方向好了，转过来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把它推到前方来。推到前方来之后呢，这个部件记得是要扣到这里的。然后我们反转这个二头肌这个部分，反转回来，这里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凸啊，它要对到这个地方，白色这里面有一个洞到这里，这边把它给扣上。那这个的话就是要靠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啊一格一格的齿轮关节，你要推到定位就可以到定，就可以到底了。所以这个地方扣上去，这个地方扣上去，它也差不多就稳固了啊。然后两腿的合并呢，我个人觉得吧，可以最后再来扣就行了。那这个部件一样朝这个方向转好了，比较省力一点。然后整个的给推出去，然后呢二头肌可以转进来，然后推到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个地方一定是要扣紧的，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扣紧的。好，在这边这个地方转过来，把它给勾上去，卡好。好，到这边，然后这个部件过来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如果说你发现呢不是很好扣，那表示呢一定有某一个地方呢没有打到你它应该要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我们呢稍微对一下，把它给扣上。好啊，不对，先把两腿合并好了，两腿做个合并。然后腿合并的时候呢啊，这个部件我们不小心先把它打开了，人形状态下呢它是在底部的，在这个时候要把它推出来，你就会发现有轮子，对不对？忘了这个地方应该先翻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先翻出来，我们的这个膝盖的一个高度呢才会是正确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那个卡扣才会更加的精准才对。应该是要先把这个将所有的这些该转的一个角度，比方说它这个地方啊，这里转的这个角度，还有这个这个地方斜的这个角度打上来，这个呢都是有固定的齿轮关节去卡到位了，才能够完成最后的变形。那我们的话呢，最后就只剩下将这个铲子的部分呢给装上去。它这个其实大小的话呢，你就看这个，能扣就是对，不能扣的话就表示说装错了啊，并不需要担心。然后另外一侧这一个，那我的习惯是吧啊，它的这个电锯的这个部分，因为它很重啊，我会习惯的把这个部件呢推到这里来，让这一块呢去稍微的去抵住这个灰色的部件在这里。啊，稍微帮它分担一点点重量了啊，当然也可能是我心理作用还怎么样啊，因为呢它的这个实在是太大太重了，那有时候可能会导致会有一个下垂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这个最终的铁铲的一个形象呢就完成了。以这一次的蒙大帅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工具形态，或者叫做极地形态，我之前错以为它是极地啊，因为我没有看这个银河之力，它跟先前的泰坦级的蒙大帅跟福特呢最大的改变啊，最大的进步就是它的一个关节非常的紧实啊，完全可以拉住这个地方提着这样走啊，这个玩具的一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反而是我人要散架的感觉啊，这样旋转都没有问题。前方的话呢，这个地方啊也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这里嘴巴可以张开到最大这么多。然后后方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转动了啊。那么上方的这两个部件的话呢，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去做一个摆放，以及它的一个侧边呢，会有一些小机关啊，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打开的。那打开之后，里头可以放一些小型的变形金刚，刚好手边这个，好吧。比方说你有这个指挥官级的一个玩具啊，放上去啊，当然放这个玩具是本身是不是同作品了啊，只是稍微做个样子给各位知道一下。这个配核心级的玩具感觉还是蛮搭的了啊。那它在载具情况下呢还是有几个比较大的缺点，外观上吧，第一个啊就是这一代的一个类似蜂窝型的这个空洞，还有这里啊都是显得过于的这个偷工减料了啊。然后其他就是这里空洞也比较多。那我觉得吧啊，就它的价位呢非常妙啊，
我入手的价格呢，大概跟 NPM 十三，就那个 Blackout 的一个价格呢，是几乎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啊。那这两款玩具呢，我反而是这个蒙大帅的话呢，我因为变形比较简单吧啊，然后也比较够分量，我反而是把玩的次数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推车的一个功能，整体来说呢，我个人觉得这个 CP 值不算太差。如果你跟我一样，台币4600买的话呢，我觉得吧，以官方现在的这种水准来说，这一款不至于说会让你太失望。当然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关节够大够紧实，变形也非常的简单啊。啊，就这一块部件啊，再次的给各位复习一下最后啊，因为这个泰坦级可能就讲变形而已，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就够大够分量哎。这块部件翻过去呢是小型的机器人，翻过来就是巨人形态，跟这个载具形态是这个地方啊，贴在这里。然后其他就是腿的一个折法而已，其他啊，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一个地方需要提醒的。那我自己是玩的还挺开心的。那各位入不入的话呢，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那今天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